2019年嘅11月8日星期五上昼10点，啱啱两车两人车停大清水二滩，而家行上嚟，沿公路行上嚟就去布袋澳同埋大庙，再去西贡食好嘢。嗱，呢个就系30年老友花旗章，我都好中意嚟呢度睇人哋放飞机，即系环境真系好靓。呢度咧就系布袋澳啦，我哋将会行落去。大家睇到啦，点点轮光啊！阿 Sam 虚就讲呢样嘢啦。落到嚟布袋澳渔村，不过唔会再帮衬啦，搵笨嘅，好贵啊，精神病啊！人哋市区10几万一个月租啊，啲海鲜平我佢，风景系几好嘅。呢個就是宋代的石刻，哇，係宋代啊！嗱，俾大家睇下啦，遺跡嚟嘅，係南宋啊，不過要注意，唔係北宋。北宋咧就係喬幫主嘅年代，南宋就紅幫主啊，如果丐幫。大廟啊，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天后古廟。咁每年咧天后誕咧，喺遲幾個月咧，咁咧就係好熱鬧嘅呢度，有啲墟市啦、廟會啦，同埋有好多絲龍咁樣嚟賀嘅，一條條船啊車嚟嘅，就喺呢個碼頭。不過而家弱咗好多啦，同當年一半都冇啊，係全盛期，即係講嗰啲龍絲嘅數量。用另一個角度睇下布袋澳，大家見唔見到呢只恐龍啊？嗱，呢個老友 B B 嚟嘅咋，望住我啊！飛埋嚟㗎，唔會飛埋嚟嘅。你又想啊？賣到100几蚊嘅呢啲喺環保。